带老铁户外调整。第一发没稳住，现在偏右上，你打整个这个枪的外边那儿吧，打这儿吧。调整半小时，姿势正规了。哎、真牛逼啊！正上面一小点儿，师傅看着吗？你得看着点吗？我师傅还是往，还是抖，还是抖吧。稳定性相当不错了啊！媳妇儿偏高一点，这要是个瓶子，啪都中了。到第一根，第一根绿的，是吧？到第一根真的够直了，哇靠！来，第一根针，那这意思可以，应该是可以打到20米没问题。现在多远了？这地方差不多15-16米吧。勘测错误，实际22米。来，手对了，哎，脸再往前靠点，记住这个点，不用打，对了，把它完全拉开啊，给撑住了啊。